少观主，娘子，我刚刚在这里看了好久，月亮刚刚明明还在这儿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。少观主，什么？哼，为什么要这么喊我？五年，五年了，明明这次肯定会好，可是。 为何还是这个样子？如果这次都不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都是我没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哭好不好？荣誉依旧是以前的那个荣誉，还是说你也不喜欢这个什么也不会、什么也不懂、什么也不能为你做的荣誉？你不能这么说自己。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荣誉。